第325集，魏无羡这一个猛子把蓝忘机弄痛了，他倒吸了一口气，咬住了嘴唇，忍着不出声。魏无羡16年来每天晚上与蓝忘机同床共眠，却无法欢爱，像是一个被罚挨饿的人，眼睁睁看着眼前摆满了美味却无法下手，那种欲而不得的饥渴真是让人痛苦难言。这会儿像是关了禁闭的人刑满释放，打开那重沉重的铁门，看到草长莺飞，满园春色。魏无羡醉了，他不想活了，他想醉死在眼前的温柔乡里。魏无羡扶到蓝忘机的身上，吸吮舔舐着眼前的相思豆，这两颗红艳艳的相思豆让他足足相思了16年，这16年的痛楚现在必须尽数偿还。情欲直冲上魏无羡的大脑，他疯狂地掀开了两人身上的被子，剥掉蓝忘机身上的衣服，把蓝忘机的全身吻了个遍。魏无羡的双眼血红一片，浸满了水光，眼前的蓝忘机是他的生命之源，是他激情的发电机，光洁如玉，白璧无瑕，皎皎君子，玉树临风，还有什么美好的词语来形容眼前这个人？这个狄仙一样的人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一个人的。蓝湛，我爱你，我想你，我要你。魏无羡感觉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拼命张开饥渴的口，渴望着蓝忘机，呼唤着蓝忘机。16年了，河流早已干涸，河床已皲裂，鱼群已渴死在烈日之下。蓝忘机抚着魏无羡的背，一遍又一遍，然后捏住那两个回圆的臀瓣，用力地揉搓着。魏无羡的身体真神奇，身体的其他部位都那么瘦了，但臀部的肉却依然还在，还是那样的结实有弹性。蓝忘机揉着两个臀瓣，感觉跟以往没有任何的不同。随着动作的进行，两人的身体越来越热，温度越来越高，直到发烫。蓝忘机的手悄悄伸进了魏无羡的下腹，那些浓厚的腹毛这会儿每一根都充满了荷尔蒙。蓝忘机挠挠那一片腹地，感觉那个部位即使紧缩起来，有一个东西即使顶住了自己的下腹，硬不可挡。蓝忘机柔软的手捉住那个硬家伙，轻轻地律动了起来。魏无羡还在蓝忘机的身上疯狂地亲吻撕咬，蓝忘机的这一操作让他的动作滞了一下，接着叫了一声蓝湛。蓝忘机的手没有停止，继续温柔地对待着他。魏无羡从蓝忘机的身上下来，跪到蓝忘机的身旁，一口含住了蓝忘机高高擎起的旗帜，直抵咽喉。这根甜蜜的棒棒糖已经是16年没有雄起过了。魏无羡眼含热泪，饱含激情的吸吮舔舐，他用灵巧的舌尖去侍弄着那一根他朝思暮想的棒棒糖。这是一根举世无双的棒棒糖，这根棒棒糖的美好与甜蜜只有我魏无羡一个人能欣赏到、品尝到。棒棒糖的顶部红得像颗春天里刚刚从田间采摘的草莓，红艳艳亮晶晶，在魏无羡的眼里散发着无法抵抗的魔力。魏无羡对着这根棒棒糖眼里迷蒙一片，激动的泪花迷糊了他的双眼，他看到了重又看到活生生龙精虎猛的蓝忘机，美得让人不敢相信的真实的蓝忘机。魏无羡像是朝圣般地抚弄着蓝忘机的身体，蓝忘机也捉住魏无羡胯下那一束激情之火，推波助澜。16年的禁锢真的是太过残酷了，一个正当青春蓬勃血气旺盛的男人禁欲16年，没有可矜的意志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。一个喜欢拈花惹草的美男子，为了一份真情，为了一份承诺，为了爱，把自己禁锢起来，把情欲这条毒蛇关进了牢笼，每个晚上守着自己的爱，清心寡欲地度过。蓝忘机是个男人，是一个强劲的男人，他知道男人禁欲之苦，更懂得在21世纪一个男人禁欲简直就是神话。魏无羡说自己是神仙，那么禁欲16年的他自己就是一个神话。蓝忘机温柔地对待着小魏无羡，在他周围柔嫩的肌肤来回地摩挲着。渐渐的，魏无羡的情潮越来越高涨，
小胃无限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硬。蓝忘机开始摸到沾沾的液体，他捏住他胃无限的尖锥，用大拇指在上头打着圈。极度敏感的皮肤被这样刺激，即使失控，一股热液喷薄而出，弄湿了蓝忘机半边的身体。蓝忘机手一摸，手心里一大片，他直接把液体抹进了胃无限的骨沟，一根手指插了进去，开始了抽动。魏无羡闭上了双眼，开始重新感受蓝忘机在自己体内的感觉。太久了，蓝忘机已经16年没有进入过自己，这会儿感觉在一点一点的找回来，激动、心折、满足、激越。蓝忘机的手指抽插了一阵之后，把魏无羡抱了下来，扶起自己的棒棒糖，在魏无羡的小腹血口轻轻的打磨、旋转、挤压。魏无羡在致命的快感中不停地叫唤着，他抚着自己的胸，扭着着柔软的腰肢，释放着无处安放的激情。魏无羡那失控的情欲是蓝忘机的催情剂，魏无羡叫得越欢，他越兴奋。他们已经饥渴了太久了，无法控制，也无需控制。而当下他们是在异国他乡，可以更加疯狂地释放自己的激情。魏无羡已经完全忘记了关于他老去的事，他现在只要蓝忘机，他需要他，需要他的进入，需要他去抚慰他体内熊熊燃烧的烈火。蓝忘机看着不断叫唤着自己的魏无羡，满意的叉开他的双腿，躬身沉腰强劲进入，直接没入根部。魏无羡叹了口气，挪了一下臀部适应一下蓝忘机的位置。蓝忘机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缓缓的一下又一下沉稳有力的抽动。每一次的抽动，魏无羡全身就如被电击，电流强劲地漫过全身，以致发烧。蓝湛，好舒服啊！魏无羡呻吟着。蓝忘机的力道越来越猛，随着动作的加快，蓝忘机开始了猛烈的冲浪。他发现现在自己的身体比以前强劲百倍，浑身像是有使不完的劲。他猛烈地攻击着魏无羡，肉体的拍击之声刺激着两人的神经。蓝忘机把神器退到血口，然后再猛地进入，直击那个敏感的点。蓝忘机的神器天生异禀，除了巨大还微翘，那一个微微翘起的弧度时钟，蓝忘机每一次的进入退出就刚好刮到魏无羡的敏感点，把魏无羡刺激到死去活来。魏无羡在蓝忘机的身下翻转扭动，那疯狂的快感如潮水般汹涌，把他淹没，让他溺亡。蓝忘机沉迷于抵死的温柔之中，感受着身体神奇的力量。太神奇了，没想到过了16年，自己的身体居然比以前更厉害。看着魏无羡失魂落魄的模样，蓝忘机异常的兴奋。蓝忘机知道自己带给了魏无羡极致的欢乐，也给了自己致命享受。身上有使不完的劲，魏无羡饥渴了16年，这一次的欢爱只有起点，难有终点。蓝忘机带着魏无羡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，冲过一波又一波的海浪，直至最终把魏无羡带上了九霄云外。蓝忘机在魏无羡体内爆炸，魏无羡明显感受到体内一阵又一阵的温热，他迷醉地说，蓝湛，我好快乐，你快乐吗？蓝忘机看着两人相接之处不断流出的乳液，满足地说，快乐。魏婴，还想要吗？